这个号真的好久没直播了，打一波上人好不好？帮我打一波上人，帮小王打一波上人好不好？来分享一下，分享一下，分享一波直播，来谢谢进来的家人们，谢谢你们，感谢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进小王直播间，谢谢你们进小王直播间，分享一波直播好不好？分享一波直播好不好？分享一波直播，不管谁来找我算账，对不对？他来呀，他来就可以了，对不对？不要在这里带节奏，我不会听你们的。你们在这里带节奏，我不会听你们的，对不对？我不找他就行了，他来找我，那就来呗，对不对？老铁们，你们是对不对？他来找我，那就来吧，那就来吧，好不好？我等着他，我等着他来找我，对不对？等着他来找我。谁来找我啊？不是说有人来找我吗？对不对？我都没有提他名字了，我不想提了，因为这个人的名字我已经不想提了，不想去说了，对不对？我不想在直播间去说他什么，对不对？我也不想在直播间去提他什么。以前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，我也不会再提他，对不对？他也不会再提我，就这么简单。何必呢？对不对？有些事情不用何必去自欺欺人，对不对？有些话是怎么说呢？有些话是这样说的：我呢和他已经划清界限了，对不对？他过他的，他走他的，是不是？对啊，我做好我自己，对不对？我何必去说别人呢？我再也不会去说任何一个人了，因为怎么说呢？说别人，怎么说？没必要，对不对？我说他也没必要。说来说去，到最后还不是我自己一个人，全网都是来骂我的，全网都是来说我的，我何必这样去说呢？对不对？没有必要的事情，这就是没有必要的事情。我做好我自己，对不对？他过他的，我过我的，生活还不是一样充满阳光，对不对？以前那些事情我就让他翻篇了，过去了，对不对？他爱怎么就怎么，对不对？以后他过得怎么样和我没有半毛钱关系，对不对？你们说对不对？小王这话说的对不对？你们说的对的，直播间打个对子。我不再去说他，我做好我自己，我每天过好我自己的生活，对不对？以后的每一天，他爱怎么去播就怎么去播，他爱怎么去说就怎么去说，对不对？他说他的，只要不要提我，我也不提他，对不对？他混得怎么样，混得风生水起又怎么样，混得比我好，那又怎么样，对不对？那是他自己的事情，对不对？我混得不好也好，混得好也好，对不对？我和他不擦边，井水不犯河水，对不对？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过我的独木桥，就这么简单。我不想去演什么戏，所以呢，我就不用提他了。我们说点开心的事情，好不好？可能过段时间你们就，我可能要消失一段时间了，不会在互联网出现，对不对？等我回到互联网的时候，我希望大家还是一样的，诚心诚意的，还是一样在小王直播间的，好不好？希望你们到时候还是一样在，好不好？
对不对？不要提任何一个人，我直播间不要去提任何一个人，好不好？不要去提任何一个人，堂堂算什么？对不对？我说到什么了吗？半个字都没有提他，真的是，他非要在这里说我吗？对不对？他也不看看那个粉丝是谁给他的，对不对？他直播间的粉丝是谁给他的？当初我和阿伟、阿紫、阿英，还有阿川，我们几个一起把这个粉丝量弄起来，他最后倒插一脚来这里蹭了那么多粉丝去，对不对？你们看清楚了，他什么都没付出就得到这么多粉丝了，他还不知足吗？对不对？真的是，那天还我也真的是说他，哎，我把他当亲姐姐一样看待，对不对？如果他说这样的话的话，我没必要去把他当亲姐姐一样看待了。对啊，是阿伟给的，没有阿伟他有这么多粉丝吗？对不对？有这么多家人吗？他还跑在这里说这样说那样，真的是他什么都不是的一个人，还这样说那样说，给他这么多粉丝，已经给他很好的那个了，对不对？只是当时以为是合作伙伴，都是相互那个的，没有去必要去喷对方。你是除了阿伟是没有什么，我都说了我不会提阿伟了，对不对？刚刚你们说堂堂这样那样，堂堂那样，对不对？我知道有些粉丝这样说的，如果他这样说了，我还是刚才这个话这样去说，对不对？如果他没有说，就当小王刚才那句话说错了，对不对？你也是一样的，你也是一样的，人家给你好处，你就在人家。小王越来越优秀了，我都说了，我不会去说他，不会去提他了。你们不要在直播间去喷我，不要在直播间来说我了，好不好？我都说了，划清界限了，他走他的，我走我的，对不对？以后他过他的，我过我的，一点关系都没有了，半毛钱关系都没有了。不要说那些有的没的，什么什么那个钱不钱的事情，好不好？把这个公屏，我希望压下去这个节奏，好不好？哎，压下去这个旗帜好不好？我不希望看到这几个字，对不对？你们不要在直播间提，我都说了，谁有我不去说谁。我做我的事情，我做好我的事情，管他们是个什么样的，对不对？和我半毛钱关系都没有，我都说了，我也不去喷他，我也不去说他了，对不对？没必要，伤和气，伤自己。到头来还和粉丝们大吵一架，有必要吗？你说阿伟堂堂才有人气，我说他有这些人气有什么必要呢？有必要吗？对不对？我说这些没对我也没有好处，对不对？那些人气拿来干嘛呢？我都说了，我可能要消失一段时间了。他们爱怎么去讲怎么去讲，爱怎么在互联网去讲就怎么去讲，爱怎么去说就怎么去说。我刚刚已经说了，是不是？我当着直播间将近四百人的直播间，是不是？虽然我现在，什么都不是，对不对？但是我相信慢慢会好起来，对不对？我说了，我消失一段时间，不会直播了，对不对？可能这几天会。偶尔发一些视频，对不对？管他比我过得好也好，过得比我坏也好，我说了，我不去说。对不对？我不去说，你不要在这里说这句话好不好？
我在直播间我今天什么都没提，谁我都没有去提过，谁我都没去说过，对不对？我都说了，以后我和他划清界限，他过他的，他走他的，我走我的，我还怎么去说？等二妹直播一期就真相大白了，这个我就不知道了，好不好？这个和他们的事件的事情跟我没有关系的。感谢阿姨，谢谢锦江安康阿姨，谢谢，谢谢阿姨点亮粉丝灯牌，谢谢。感谢为小王点亮粉丝灯牌的家人们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来到小王直播间支持过小王，谢谢，谢谢勤奋，谢谢勤劳奋斗，谢谢，谢谢点亮粉丝灯牌。我都说我不会去说他了，对不对？你们就帮小王点点赞好不好？帮我点点赞，帮我点点赞就可以了，对不对？我没必要去说他，没必要去说这样说那样，我都说了我和他划清界限了，我不想去说他，太累了，真的很累，我自己的感觉我自己很累了，对不对？任何人我都不会去说了，我每天过我自己，对不对？我开心点不好吗？对不对？我非要去喷，非要去说这样说那样，对我有什么好处？对我一点好处都没有，对不对？只要支持小王的，他愿意，他都会支持，对不对？因为之前我该说的已经说了，不该说的我也说了，对不对？你们相信我的，他永远会相信；不相信我的，哪怕我把这个经书念完，他们都不会相信的。以前说的太多了。对呀，我之前我该说的我都说了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我又不会在直播间去叫礼物了，他愿意跟我刷的就跟我刷，对不对？我说了，我肯定就是在互联网，肯定过段时间就会那个。小王加油，谢谢，谢谢张大姐，对不对？就像那天阿伟在直播间是不是打什么棒棒糖，对不对？那个跟我没关系的，家人们，你们不用去提了，他爱怎么打就怎么打，对不对？爱怎么去坑就怎么去坑，对不对？跟我没有关系啊，因为有人支持他，对不对？因为粉丝都是他的，对不对？如果他要我可以还给他，对不对？我不玩互联网就可以了嘛，对不对？何必自欺欺人嘛，我找个正常的工作事情的做不是更好嘛，对不对？何必了？你不去当个那个人吗？帮那个人上棒棒糖吗？那么我帮谁上棒棒糖啊？我没事做了，我去帮他上棒棒糖，对不对？我有这些钱，我不会留着，对不对？有这些米，我自己留着了，何必嘛，对不对？有这么多人支持他，是不是？他身边现在已经有助理了，对不对？有助理了，和我搭不了边了，对不对？我只是一个过客，曾经的一个过客，现在已经我又回到我自己的最当初的地方了，对不对？我又不是什么网红，又不是什么有背景的人物，对不对？所以他愿意支持小王的，他就会支持，对不对？我那每天就平平凡凡的和大家直播聊聊天就可以了，对不对？我又不去拍段子，我又不去拍视频，对不对？我又不去拍那些有的没的，他们愿意怎么去拍就愿意怎么去拍，和小王没有关系了，家人们，和我没有关系了，我只是在这里和大家讲，对不对？我只是在这里和大家讲，今天呢我就把这个话说在这里了，对不对？因为等过一段时间可能要一年或者两年后，对不对？就算这几天的话我连连续续给大家直播，到时候我停播的那段时间我就不会播了，对不对？可能那段时间我会消失一段时间，
到时候，我再回到这个互联网的时候，我相信还是有这么多人来到小王直播间，好不好？不求多的，对不对？我们不奢求太多的人，只有这三四百人、四五百人在小王直播间就已经够了，已经满足了，对不对？人的欲望越大，那你的心野心就越大，对不对？野心大了，对自己没好处。你们说对，小王说对不对？野心大了，对我没有好处。我们只是平平凡凡的一步一步的往前走，再大的风雨自己一个人扛，对不对？你看嘛，还不是直播间有人骂我，对不对？有人说我，没关系，我不去反驳你们，我把心平静下来，已经平静。